耶稣基督他拿了他们传道，像耶和华传送神的话，将他包上之后，他们做了饼，饶恕人的罪，为我们干做个面，这场证明了他的神的福音。这他们都跟耶稣忙你做的话，你也忙忙跟耶稣生活的一些情况吧。你咋也不是没你有那时间做做最弱的事，不是你在分用带呢，什么的发生在那好。有一波专家亲王从耶稣从九年到的没通对耶稣产生个反击心，你不能耶稣是因为耶稣见过你们不能没生，因为耶稣忙不能不你害你在农业但牛你在玩呢，所以问你心能免害呢，你们也不愿意改变并继续耶稣生命犯罪，因此从九问你什么计划能带耶稣，你们小马的耶稣一道面对有你抓马耶稣也那宗教为什么就怕免他老满咱们明明的作孽，耶稣说难道没有没有对耶可以谈一点讲吗，你可以丢胆这你那一年停止但耶还能没有那多爱带耶能人生记忆有分人是先年，耶稣有的那东西应该发生宗教为什么不做耶稣多他动作我了我了最近也对路途里面宗教的时候反动免你们弄过后对耶稣顶戴同时因为问耶稣工作也站出来了没有喊你注意但就认识为了下动作并就没弄过后还对弄戴最后动作动为了带耶稣你不是那好话带给耶稣呢你要对耶稣得到成话呢也弄好表扬没弄好表扬你要对耶稣你早啊不啊顶你两啊是在你带的那里当时就是最烦的清新农的文化宗教为什么用了动作带带给耶稣我来从了蓝他的毛突然不能骂然后耶稣也是弄过去吧人人生人人生我为何要来过耶你等等你说弄断第二这么人服罪人家灵魂就他们不安说了读者人说哎那讲了到我病啊到我痛苦啊我把耶稣你病啊病啊我把你地震所发生的事通过这些说你懂得这些神的服罪神的服罪是你可以带你如果神的不能去带耶稣的话我们没能够带你你在渐渐突突呢当着耶稣神的服罪选择个带神为了生命常常因为你对我而选择个耶稣基督受罪的变化耶稣基督被神抛弃在十字架是因为耶稣的罪痛被痛痛在你心上神见到幸福的那种罪恶而神所有的怒也进入到耶稣的心脏耶稣带了你的朋友当你表姐龙啊人的动物当初龙办公给你可耶稣并没有满他们本来的带面问就拿带着动物你带个波呢接着没事了把某个香流还明白耶稣的身体当你不达到我的洞口然后忙把耶稣的肝胆跟半夜已经弄过了你没有两个动物忙把耶稣的身体今晚把一个刚刚的天使用给你们准备我的模式的接个接把这道站我先说对你说你个接我不会和那大家面中罗没那面的你用那了你已经难了没怎么简单说我不还忙帮你呢好的他的模式的忙帮耶稣这生百年给那也忙帮你难了带一个兵马控制耶稣因为你本身马帮给法所以你否决耶稣当生个带嘛他当官呢我和耶稣带啊你怎么不算满了你不耶稣征服个带嘛耶稣为了撒旦的力量